现在的经济不好咯，人也少，然后这边又改了那些 gas dam 已经移去 city square 了，现在的生意很差很差，啊，很好哦。之前gas dam 没有开之前是很好的生意，现在换了过后就很差，不可以再做下去啊，很多人都搬走了这边附近。这个问题呢，最好是改善这边的人啊，因为这边很多人都要搬走啊，如果搬走那完的话就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再做下去了，最好是改善这边多一点东西咯，给人家过来走走这样啊，就是最好最好方法，要在这边再做下去了是最好了，这边生意是很好的，给他们做到这样子是不可以再生存下去了。